王女士，上一次那个抽血报告有出来了，嗯，那因为你之前好多年前我们第一次看到的时候，你肾脏里面就萎缩掉，功能就比较差了。那我们虽然在尽力治疗，但是要慢慢的衰退。那这次的报告看起来的话，你的肾脏病已经到了第五期了，也就是说最严重的肾脏病。所以可能我们要去讨论说，接下去要怎么样的来帮你治疗？你看，像你的这个抽血的报告看起来嘛，这已经慢慢已经到第五期了，在十五分以下就表示第五期了。嗯，所以可能跟你啦、啊，跟你的家人啊，我们都来讨论下一步的治疗吧。这边有一份资料，它的中文叫做“医病共享决策辅助表”，啊，它英文的缩写叫做 PDA。嗯，它其实里面的资料很丰富，它有包括。把血液透析啦、腹膜透析啦、肾脏移植啦，它都有详细解释在里面啊。你可以一边看啊，我慢慢讲给你听。啊、王女士，因为你那个肾脏功能已经不好了，那所以呢，接下去就要洗肾。那洗肾有两种方法啊，一种叫血液透析，一种叫腹膜透析。那我来详细会跟你解释说这两种方法哦，它们的优点、缺点，还有什么样的风险。了解。血液透析哦。它实际上它就是一种，都由医护人员帮你执行 啊，但是就是你都要到医院医疗院所来执行，那可能就是135啦或者246到医院来，那但是你可能会比较放心，觉得说哇这个效率比较好哦，四个小时把你毒素清干净，但是就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因为你每一次洗肾的时候啊，手上面的这个动静脉瘤管啊都要打两支针，嗯，哦，所以一次打两支针，那你一个月。这个13次的洗肾啊，就要打26次的针。那另外一种腹膜透析呢，它闽南语讲塞巴豆啊，那这个它的方式是你自己要操作，你在家里面操作，但是你的自主性很强，因为你可以在家里面，你可以早上做、下午做或晚上做，你的时间有弹性。但它缺点就在于说，你一定要照我们教你的那个流程来换药水、来消毒，这样子的话你就不会有感染的风险。所以这两种方式实际上都可以很有效率的帮你把毒素跟水分帮你排除掉，也是没有问题的。王女士，那我们刚才解释的这些不同的洗肾方法的优点、缺点跟它的风险，不知道你心里面有没有定数说，哎，你未来的人生你可能会选择哪一种洗肾方法？我也不晓得哪一种的治疗方式对我比较好。那医师，你觉得哪一种方式对我是比较好的？那你就帮我决定。其实像我们刚才所讲的血液透析、腹膜透析，你的条件应该两种方法都可以，但是有些人可能因为他没办法隔天就到医疗院所来接受血液透析，所以他可能会选择腹膜透析，在家里面自己换药水。当然、如果假设亲友里面有一些人甚至愿意捐肾脏给你的话，你也可以选择做换肾，就是肾脏移植。那所以最重要的其实还是要了解说你自己的需求，还有你对你这个医疗的治疗方式的期望，才能够去做这个决定。当然你也不用这么急，现在要做这个决定啊！我等会请这个各管师哦，再跟你再详细解释一下这些方式的不同的地方。阿姨你好，我是肾脏各管师，请问刚刚医师有跟你说我们要讨论什么吗？医师说我可能要洗肾了，我知道洗肾可以在家里洗，也可以在医院洗。也可以换肾，但是我真的很难选择，我又没有办法决定，这不是医师要帮我决定的吗？哦，不是这样哦，我们会了解你对疾病的期待跟价值观，那专业医师会依据不同的治疗方案的优缺点，包括你有可能遇到的问题，我们会透过卫教单张、观看影片让你了解，你可以依据自己的偏好跟价值观跟医师讨论，选择出适合自己的治疗方案。好啦，那你再讲一遍好了，我再想想。各管师，谢谢你。那这个我可以带回家跟我家人讨论看看吗？可以啊，你可以再拿回去跟其他人家人讨论。那如果有不懂的地方，可以再来找我们，我们再解说一次。今天怎么这么久？妈妈是怎么了？妈妈的肾很不好，可能要洗肾了。啊，那怎么办？那要怎么洗啊？刚刚各管师有拿这本给我们看，里面写得很详细，医师跟各管师也都讲得很清楚。我们回去讨论看看吧。哦，好吧。大家好，我是肾脏内科简孝明医师。
什么是医病共享决策呢？它实际上就是医病双方一起去思考，一起去讨论，找出来最适合患者的医疗决策。第一步要做的事情就是互相分享。那我们医疗端呢，会提出有实证的证据，那还有专业的建议。那患者跟家属呢，你们也可以提出来你们对于医疗的期待。第二步就是问问题做决定。那患者跟家属不要害怕，你可以跟医疗人员提出疑问，譬如说像是第一点，我有哪些选择？那第二点就是这些选择他们的优点、缺点跟风险在什么地方？那第三点，我可以透过什么样的管道可以得到这些讯息，然后可以做出最适合的医疗决策。就医过程当中可以跟专业人士来讨论这个病情，那像是医师啦，像是护理师啦，或者各管师，当然也可以跟家人或者病友来讨论。最后帮大家抓个重点，医病共享决策就是了解自己的状况，说出自己对治疗的期待，经过讨论找出最适合自己的医疗决策。